我看到了一只蟑螂，我表示只有那一只蟑螂，它后面有几百只蟑螂，几百只蟑螂。立法院24号举行同性婚姻修法公听会，前立委谢其亮认为，不应为了保护少数人破坏整个结构体系，还举视障者和残障者为例。要不要为了保障视障者和残障者，我把我所有的道路都要铺上那个导盲砖？我们有没有必要付出这样的社会代价？谢其亮接着说，法务部研究同性伴侣，却没有把骨牌效应算进去。很多人说这是少数，可是我们大家都清楚，如果我看到了一只蟑螂。我表示只有那一只蟑螂，它后面有几百只蟑螂。这番言论引发网友挞伐。郑中信其实可以说冰山一角就好。报道。